2020年，中国东线南段启动建设，4年来，我们加快推进各标段的施工进度。我们通过采取掘进方案的优化和18米加长管的应用，中俄东线全线的整体工期比计划工期提前7个月完成，为中俄东线全线的顺利贯通投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